就突然大家开始尖叫，是从前面的车厢开始的，然后就有前面车厢人冲进来，然后就开始尖叫，然后我们车厢人就是也就跟着一直逃窜了，然后就一起要挤出车厢。你当下你一开始不知道是老鼠的时候，以为是又有什么，就是可能恐怖攻击，是不是？对，大家都这么觉得。21号晚上7点多，行控中心持续在监控列车的运行，也接获到松山新店线中山站的站长回报，有一只老鼠跑上一部往新店方向的列车，站长上车处理后捕获，后续安排列车清洁消毒，并没有影响营运。捷运车站跟列车是禁止饮食，所以老鼠并没有生存的条件，研判老鼠是从站外进入。我们呼吁旅客，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形，千万不要惊慌，在列车上透过通话器通知司机员或行控中心，在车站请通知我们的站务人员，我们会紧速的派人前往处理。